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灵动生活。我们家里呢都有一些老照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个小技巧呢，可以用手机永久的保存老照片，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的话，我们用到一款应用叫做照片扫描仪，大家可以通过应用市场直接搜索下载。打开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对着照片按一下按钮，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对着照片进行扫描四个圆点。扫描完成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照片的话就清晰的保存到手机里边了。我们点击可以查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清晰，而且无损的扫描到手机里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这个小技巧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拜拜。